咁媽媽去攞呢啲支援嘅時候就好爽快嘅。咁好啦，到問佢攞錢咧，乜嘢理由都有嘅。東張西望訪問咗曾經係健美小姐嘅 Kit 同埋佢嘅未婚夫 Ron。31歲嘅 Kit 原本係健身同埋瑜伽教練，但喺舊年10月健身之後突然中風。阿 Kit 原來患有遺傳性腦動脈血管瘤，之後亦都要再做手術，預計花費50多萬。阿 Kit 出事至今一直都係靠未婚夫阿 Ron 去照顧。阿 Ron 因為工作關係，都希望阿 Kit 嘅媽媽可以幫手照顧，但對方嘅態度就好冷淡，一直都以好忙為理由拒絕。但係另一邊，阿 Kit 嘅妈妈又好积极咁样申请阿女嘅医疗津贴。咁好多，譬如话医疗津贴啊、综援啊、做保险啊等嘅一切咧，都系交翻喺妈妈手上。咁妈妈去攞呢啲支援嘅时候就好爽快嘅。咁但到佢攞咗呢啲支援之后咧，就冇再俾翻出嚟。所有嘅开支啊、推出推入去复诊啊、even 去 extra 嘅医疗，可能我自己揞钱去针灸啊、成啊，都系由我一个人负责。咁好啦，到问佢攞钱咧，乜嘢理由都有嘅，我收唔到啊，冇申請到啊，我唔識用櫃員機啊，我唔知銀行喺邊啊。吳幸美之後揾到阿 Kit 嘅媽媽，問佢點解阿女出事之後相隔成個月先去探，佢話唔得閒啊，做嘢啊。你唔會好擔心佢嘅咩？自己個咦，佢本來冇信息俾我，又冇電話俾我，我自己有錢大把錢，我唔識佢養我。